现在是在 Dumbo 这儿，以前这边都是库房，现在已经是一个打卡圣地了，因为它就在这个 Brooklyn 桥的边上，你看旁边就是 Brooklyn 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两个桥， Brooklyn 桥还有后面的曼哈顿桥。大家都在这儿打卡，为什么就照我后面这个桥？这个是一个很 iconic 的 picture。It's COVID test. Now, let's go to this Dumbo Market to see it.Sushi here.现在是到了 Gumbo 的这个水边了，到晚上这儿拍照的人还挺多的，旁边就是这个桥，然后还有很多的 restaurant， 看好多人都在这照照夜景的，拿着三脚架在这照。旁边有一个 carousel， 就是那种木马吧，旋转木马。今天主要是非常暖和，所以出来的人也很多。Tama Market.
走的这个上面看的景观比较好。We go all the way up there。从这个角度，实际上可以看到三个桥，最远的那个是 Williamsburg， 然后我眼前呢，这个是Manhattan Bridge， 稍微我再往这边转一下，就可以看到 Brooklyn Bridge， 所以这里三个桥都能看到。下面就是这个旋转木马的地方。今天晚上浪还挺大的，在这上面都能听到下面这个浪声。那边就是 downtown， 国税三城就在那个方向。